很多人把这个无土栽培啊看成是一个高大上的项目啊，实际上不是啊。现在的无土栽培已经是非常接地气了，并且在种植当中呢要比土壤栽培要好很多。我们已经尝试了几年了，已经把这个成本呢降到一亩地只需要2000块钱左右就搞定了。过来看一下，工人正在用机制来装种植袋。这牛粪的味道还是很比较冲，很臭。这个袋子皮呢，现在是大。哦，对，现在是30×30嘞，比人大10公分。这个袋子能装4亩盐，那个袋子只装2亩盐多。哦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说装这个袋子啊，首先一定要装满。这是我们以前的袋子啊，就是。很多人问这个袋子能用多长时间，实际上这种袋子啊用个2-3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然后这是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牛粪，我们直接用牛粪去栽种啊，这是牛粪。这个牛粪呢是和这个蚯蚓粪我们掺在一起用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有一部分是蚯蚓粪，有一部分是牛粪。这样的好处呢可能要比单独的用牛粪会更好一点。工人开始下班了啊。现在正是换茬季节啊，工人都是很忙的啊，就是每天就是不停的去装袋，然后滴灌袋水路做好以后呢，这2天的苗都开始灌了以后就开始直接栽苗了。无土栽培的好处就是说便宜的机制，并不是需要怎么去，很麻烦的处理的。实际上，你稍微一处理就可以直接栽种了，很方便的。